好脆呀、啊，嗯，好吃汤哦。要不我老公焯水焯得太久，啊，变得小了，之前买的很大的。有点稀汤，给它控一控。谢谢老公，再尝一个。嗯，没吃过呢。我放下这汤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这个就是要这样脆着吃。好吃。这个留给我小伙伴吃。